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我们的 KO Four Star。今天是3月11号，星期一。啊，31是日本海啸嘛？之前。好，那这一期打算把30层塔给爬完吧。中午要爬完了啊！每天爬一点点，爬一点点，就最剩下最后的五个阶段了、啊。奖励的话就一些代币吧，30层塔是1000代币，哦，就10抽啦。反正你有抽角色又有玩30层塔，大概就是1200抽加推波。我推波有20抽嘛，像那个这边有推波，这个是3月10号的推波。就之前已经算过了嘛，这个这边是70啊，然后 rush 是10嘛，那就80，然后推波20，这样就100，还有那个30层塔110，还有哪个地方啊？反正总共120啊，哦，总共100哦 ，rush 有啊 ，rush 刚讲了，有，我想一下哦。想到了签到，哦，签到也有十抽，所以这样算起来就是120啊，哦，这边也有500，120，那你想要保底的话就要花钱，哦，就要花钱。嗯，来玩之前来把一些我的以前的券给消耗一下吧。这个是 Q 号啦，有一些召唤券嘛，比如说这个以前都这个大部分都推波送的吧。以前推波送比较多，你们看，都送20抽啊。哦，你看这个推波都送了，然后第六弹开始送10抽而已啊，第七弹也是送10抽而已。已经抽掉了，这个10连抽我抽掉了，第七弹，我们这次好像是第七弹嘛。哎呦，欸，这张卡我没有欸，欸，运气不错啊，这次是这个号运气真的不错啊，加攻击力的，加暴击力，还要冷却，这次运气不错，就是怎么说？就这么运气好，150抽嘛，然后这个一套嘛。然后属性卡2张啊，这边呀，这边又抽到了，真的运气不错啊。也不要说什么小号，我是觉得小号也没差啊，你就抽来玩嘛，不要分什么大号小号啊。只是我小号这个小号我自己比较没有养成啊，就是抽起来嘛，有抽到。白嫖成功，有没有？这个我这次怎么说？这次格斗加200抽，排输3星泰瑞1星啊，然后战斗卡150抽，应该是150抽吧？我应该是150抽吧？有点忘了欸，难道我300抽吗？糟了糟了糟了，老人痴呆了。反正应该是150左右吧，然后我这个保底就有换出其中一张吧。2个礼拜前的事，因为已经剩一个礼拜了，这个活动只剩一个礼拜。那这个星星月亮，我应该不能做吧？我能做吗？我来看一下，我没有做任务，应该是不能做。就是我 rush 也没打嘛 ，rush 要换啊，你看也没有，我懒得做了啦，懒得做了，就这么混。然后那个，这个是之前的13弹是最后一弹了 ，ES 最后一弹是雪鲁咪跟那个克里斯，你看以前还送30抽欸，多好啊，对不对？
但没抽到没用。没抽到。好，战斗卡，我们直接开了，我们直接开了。舞台意志哦。欸，我有一套，为什么？哦，难道我当初有抽吗？不可能啊！我没抽啊！你看我没有，我没有那个雪鲁咪跟那个，反正我没有雪鲁咪跟克里斯嘛，也就是说我当初没抽啊，因为是 UE 之前的，因为我跟那个我的汉姆号是轮着抽啦，轮着抽，轮着玩。你可以两个号都可以养得很强，但是就是你要花双倍的时间去这边打一些副本什么的。那这个是格斗家，这个是神武跟伊丽莎白。我们十抽十抽开，一口气把这些白嫖券全部打开。EX 十三单一直到那个第七单全 ，UE 第七单全开，没抽到。再一次啊，这个是 UE 第三弹啊。第一弹是那个吧，阿修他们吧，那时候都抽掉了吧？因为推波都最后一个礼拜才给啊。哎，运气怎么那么好啊？二十抽。沉浸在悲伤的余韵中，二型跟三型，哎，我又有一套了，怎么会这么神奇啊？沉浸在悲伤的余韵中，就是这个，因为我阿姆号没有啊，所以我都很少用。紫色跟蓝色啊，就神武吧，神武跟伊利，哎，是神武跟谁啊？忘记了，神武跟谁啊？神武雷，神武在这使用中，神武跟伊丽莎白啊，欸，这个伊丽莎白真的很少有印象，欸，玩他的印象，欸，我讲真的，我对他印象真的是零啊，几乎是零啊，就是你要我说他有什么技能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天哪，有这只角色我都忘光了，欸，对不对？它有什么特色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大家还记得这只的特色是什么吗？就是我对于神武跟伊丽莎白这个卡池的那个印象中很薄弱，非常薄弱，非常之薄弱。反而是他们出完之后马上出快打六啊，大家对快打六的印象比较有印象吧？对吧？你们也是这样吗？我这也是抽到三星，欸，运气真的不错，喔，那我搞到三星可能是四百抽也不一定，不知道，反正神武没有嘛，那搞不好我只有两百抽，然后把那个伊丽莎白抽到三星，这样有可能啊，有可能，不然这个四百抽这样有点惨，欸，一只三星一只九十等，有点惨有点惨，真的要再来复习一下，忘记了。再来是第四弹、第五弹、第六弹、第七弹刚抽完了嘛？最近抽完了。第四弹是这个马丘尔拜斯跳过，一样他们套卡。然后第五弹这个也是套卡啊，没有格斗家，格斗家我抽掉了。这是这次的啦，上次的，先留着吧，以后再抽吧。成为 Number One， 这个我有一套，啊，汉姆号。好，我们来玩吧。今天有收获啊，就收获了一张这个属性卡，泰瑞属性卡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狼群的时间，攻击力加 50%， 暴击率 3%， 哦，好高哦。然后冷却 1.3%， 1.3 秒，抱歉。现在已经4点了，你们要知道凌晨4点，你们精神会好吗？准备要睡觉啊？没有啦，我大概都六七点睡早上。
待会要躺到床上休息一下，堕落一下。对，以前会吃宵夜，但是我现在不能吃宵夜，因为我那阵子发现我只要吃宵夜睡到一半会吐，可能是胃食道逆有那种感觉吧，就是整个吐出来，然后喉咙就好像被灼伤一样。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，最近已经有三四次经验，就觉得有点恐怖，半夜会被吓醒。你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睡到一半，然后觉得不自觉就吐出来。第一次是因为我吃的很多甜食吧，吃很多饼干，那种奶酥饼干什么的，睡觉前在那边狂吃，吃一整包。然后就那个有奶嘛，有点甜嘛，然后睡到一半，早上的时候就吐出来，床上都是那个奶味，还要洗床单。好，基本上这个一星也是可以过啦，用烂卡一星也是可以过，就是只要你有抽角色有没有，基本上没问题啊。有没有泰瑞很强啊？又是伤害天花板的，对不对？攻击角啊，应该是比排除还要猛。但是一样啊，反击技没那么多，有时候打不到。木纳基，什么木纳基？哦吼吼吼！泰瑞跟排数比起来，泰瑞的手感比较好，近点也比较强，感觉就是玩起来不一样。排数他的远程又不够远程，而且还是普攻强化，所以就是这两只如果要我挑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泰瑞吧。但是因为抽卡的关系嘛，所以我的运气就是在排数这边，就是排数三星。然后排数就很像跳舞一样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。我可把丢完啦。今晚还有15秒、14秒、13秒，好，不出乎经典角色，不出乎。不过排数技能是可以重置的啦，有机会连来。不过呢，还是会受伤，还是会受伤。如果是那个雅典娜跟二阶塔王玩，哇，那个气功远程输出不太会受伤。我们轮着玩泰瑞。这个泰瑞只有用那个普通的套卡，普通的属性卡。待会来放个奥义好了。不过我只能慢慢集气啦，因为你没有那个可以瞬间回气的套卡，只能慢慢集气集三气，怎么一下就死了？我都集不了气。泰瑞不是可以回能量吗？我回量回好慢哦，我知道为什么啦，因为我被惩罚了啦，回能量被惩罚了，就是他让你回不了能量，原因就是你会被惩罚。回没那么快，雅典娜沙奇的脚，破裂之掌，这个很帅，很帅，很帅。又帅又强吗？当然是抽泰瑞啊。
我这才一星啊，一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没什么觉醒石啊，啥都没有啊。啊，29了，光说不练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没有啊，就普通啊，觉醒石练一颗这样而已、啊。然后 OP 不够嘛 ，OP 不够，你这个能量就被惩罚了。以前是直接伤害惩罚，一开始的时候真的很夸张。那大家哪过得了啊？一定要三星以上。那你对那个新手来玩家来说，就不是新手就不想抽那么多角色，那么多新的人来说就很难玩。一定要抽到三星，怎么可能？新入坑玩家没有红宝石的，能抽到一星就不错了。而且这个 PV 现在也很好用啊，一星就可以用了。早期应该没有一星就能用吧？忘记了，要去看一下早期的 UE 格洛加怎么样。好像再过两三天吧，那个神盾要开了。嗯。不过我推测神盾大概不会很难啦，因为你 UE 格洛加够多的话，一定是可以有颜色刚好可以用。喂喂喂，你怎么那么痛啊？哎呀喂呀，差点输，因为他技能山只有霸体而已，哦，技能山只有霸体。然后如果他放必杀的话，我们那个极限护甲也是被破掉。三星成就也是都还蛮简单的啦，几乎都拿了。这红宝石可以拿回来一点，这个没有的话应该是被打太多下了。这个也是啊，因为我都直接打正面。好，这关用牌输好了，这关应该就三个人了吧？三个人登场啊，轮流虐我们。哦，不是我们虐他。那个帽子可不可以改一下？每次看到头皮，看到头发，竟然是摘饰啊！跑给他追，放开奥义，耍帅一下。有练有差啦，那个伤害，对不对？三星啊有差，三星你还可以去把你那个核心的技能给点一点，然后还可以装那个扩充程式，然后剧情是五颗，这就是一星跟三星的差别。好，毕业啦，毕业的话就是又多了十抽嘛，那我这个四十抽没有打算要拿了啦，就懒得做了。听说这可以跳过，可以跳过吗？不行啊，哦，可以 ESG 跳过。有网友说可以 ESG 跳过啊，确实可以，这样就会更快。不然就是任务要做一做啊，不然我这个4000是没有的，没有就算啦、啊，因为我这个运气不错，上次40抽抽三只的，再三张，运气超好，40抽三只。我那个哈姆号现在90抽啊，100抽没半只，哼，应该是90抽。我还有又要来一个黄光了嘞，90抽没半只也是蛮正常的啦，因为我前几次都是100抽才一只啊，就被这种比较欧的账号给抽走了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天天过年的，没有天天过年的。还有40抽啦，我就不抽了。你看我这边是60抽，然后那边有40抽，然后 rush 10抽，推波10抽，所以最多是120抽。但是你要150抽才可以这个选择卷。
这样子就看你要不要啦，这个时间金属需要吗？这个还好，当初出来也是可以，我都拿它来打神盾，只是现在神盾改了之后就打不动了，就必须70威压，70威压还有那个幻影攻击力。OK， 那这一期就先这样咯，把神之神塔老手格斗家给毕业了，然后又白嫖了一些属性卡，还有一些之前的一些套卡，运气都不错，都有抽到欸。怎么这么欧啊？好的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